欢哪里啊？我都可以。都可以，你喜欢？要这边靠前，这边可以好啊。这边，这边你要你喜欢前面？我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那我前面喽。好好，对吧？前面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插头，就是充电的，充电对，插水充电的。我们这个也是很难忘的一个体验。绝了！天哪，真是绝了！这是用来吹牛逼的，这个。哎，如果我们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怎么办？对，那个就麻烦，可能就反正是按照还要走两圈，不是两圈，是就两圈去麻烦。可能他就是你们搞这个偷偷的，就不能太多人一起去麻烦。运送的话，有可能会是没税啊，那个费用，如果是好像平台来说是，也不能太多了吧？因为太多的话呢，就会就急转，好像他上次所说的，他之前不是有说五个人有五转，哦，笑死，这真的是好惨，幸亏我也不多真的，如果我十个八个那就来头疼了，那就好几站，那就好几站，傻的疯了。还有空调，那么多的位置待在一起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就是说不能超过两个人嘛。就他先决定，如果其实我刚才是已经是违法，就是他看到了会出大不了麻烦。不过我夜晚应该也没人嘛，对吧？也几分钟路程，偷偷的应该没问题。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呢，不然现在一个人到了岸，然后再走十分钟再过来，有五十个人就五十分钟，一个小时。笑话只有俩。还有啥？他一开始不是还说只能一个人吗？对，一开始有人偷带来的态度原话，就说还是两个人嘛，可能他也是方便嘛，那时候就收这么多钱，还是走两个。对，等于他亏了，对吧？现在回赚回一点，浪费钱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
方在那个西贡市中心那边呢，在接驳巴士可以用有这样子的。还有接驳巴士？对对，可以接驳点巴士过去。什么叫接驳巴士？这个乘坐那个其他转乘其他巴士，然后过去山或者马山附近，然后再转那个地铁过去。就是从就这样走的？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是这样走，一路出来嘛，出到。The next stop is Shangyu.
应该是上扬。你是不是很久没坐巴士了？我真的很久，我算一下，好像差半年。请紧握扶手。所以现在不是你问我怎么搭什么车，我也不太熟，我也忘记怎么搭，不会搭车。哎，真的，是因为太久没搭车，就会忘记那个线怎么走。要是自己开车方便嘛，也是有时候就懒得，就是特意走出去的，然后还是把它开车算了。你要是方便，你的话是还要等不知道等多长，就 miss 了一班车，还要是等多久？现在是北潭川。紧紧握扶手。记得了，开到这里，这里没有左转。紧紧握扶手。看到他们车都不会在外面，是吗？因为如果你要在进入要向政府申请一个那个牌照，牌照对特别牌照，就郊野公园那些特别的牌照，特别车辆排放，对有配额的，好像每天是几十个，每天只允许几十辆私家车进去。哇，所以开车到这里就是正常私家车，这里坐在那里开车，就是出去了，哇，这是有什么景点吗？对，这其中呢是北潭村那个不是行山，应该很多行山人士或者是在这里。这是野生公园吗？对，也是这样公园。里面美吗？哎，怎么听得到？里面是不是很好看？里面应该是公园之类吧，也是一个行山景。这里我来过，就是我跟家人行山在这边。下面好多人啊。对，下面。应该现在的班是很舒啊，等很久很久的。这就是那个西山回来的吧？我出去西贡了。我好懂。直接哭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。我这两天在哪？哇，好像也两百两百。我们那天就那个就我们实际上他接屁股也去到那个地方。这一站就有人骑。对，没错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量，或者是当地居民。台湾台商村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请紧握扶手。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。请紧握扶手。台站是大網仔。The next stop is Tai Wan Tai。下一站是大王仔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请紧握扶手。台站是阿公湾。The next stop is阿公湾。The next stop is Fung Sao Road. 下一站是放射路。请紧握扶手。请紧握扶手。请紧握扶手。
不要再说了。
万一真的要坐直升机。各位乘客，本班车已经到达西贡，请各位乘客下车，多谢乘坐94线。